强了，还要走去那个自己砍波这样啊。哇，来了 ，music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et Wet， 我是 Milo， 我们是三剑客。啊，那今天呢，我突然间找回这个我们很久没有看的这个《自得情色》哦，之前啊，就是《神经病之歌》《神经病之歌》，那玩华乐他们厉害的嘛，就很久没看了。那我就特地就去想看一下，去找，就看到这一首《The Phantom of the Opera》。Yep， 我用明月，用华乐来奏西洋的这个名曲， yeah。 不懂会撞击出什么火花呢？期待的，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来 ，Let's go。我就感觉想笑了。你有没有看他？没有，我就觉得应该会很好笑了，那撞击感。哇！他拿那个古筝，对哟、哦，哇哇，很有冲击感了，已经那个画面很强哎、欸，他们、哦、那古筝放在那个编剧隔壁，吓到我。唢呐，唢呐，美丽里面全部歌是吗？美丽的，是顶个咪，哇，很强啊！我很好玩呢、欸。哦，那我很想学华乐啊。哦。重点是他们就只有几个人嘛，了懂吗？要把他们的琴全部 tune 去这里音才可以，要不然弹不到了。哇哇！那个古文曲的，变。你看那个鼓，他是打瞌睡是吧？对对，打瞌睡，打瞌睡，收工。噔噔噔噔噔，哇，那个低音小的。古琴都出来了，天哪！他脚不会麻痹是最厉害的。二胡跟小提琴的作用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
是我没有看过这个。睡睡觉了，没有我的事，而且站着这样子。还有表演。这琴声真的很绝、欸，很绝、欸，他们很、欸、还有，放玫瑰啊，致敬在那个坟墓，对、yeah ，太绝了啦，很绝哦！大家喜欢我们看智的琴声的吗？如果喜欢哦，很多人看啊，如果喜欢，大家可以多留言，我觉得很好看呢、欸。是他们不能做什么作品哦，多好笑，他有一种幽默感在里面，可是他们做得很认真，又很强，又好听。可是他的编曲里面、哦、听一下哦，还有 insert 那一些你 expect 不到的地方， insert 一些那些乐器啊，好玩的东西，就很好笑，但是点睛点睛、啊，但是很厉害、嗯，很神奇哦，那种心情，哦、就是我要笑大大声又不是这样，可是又很好笑哦对对对，可是又很厉害哦，很矛盾啊，那心情。我觉得这种中西文化的这个撞击，我觉得是很好玩的，很好玩的，很好。它不是撞不好的东西，撞出很奇妙的一种感觉，因为我们已经既定印象，反正是这个样子的，然后现在用。华乐又是这个样子的，我就觉得他们是不可能能摆在一起，是他们摆在一起的时候，竟然是有一种这么神奇的力量在里面，特别哦，真的是每次看了智的琴瑟哦，都觉得我一直都想那学校的那种华乐团应该要玩这些，应该多有一些创意的东西，不是一直坐在那里这样子吹奏。没有啦，所以像我跟你讲过了，就是学生还在学嘛，你一定要把基础学好、嗯，你才可以玩这些。他们都是很强的人呢，是啦，他们是专业的，那你可以玩这种这样子的。不过我近期这几年在学校听到那些华乐团，他们也开始玩那些，比如说动漫的歌啊，对对对还是那种电影的歌、啊，还是有乐谱啊。我觉得他们是有现代化那个东西啦，只是说智的琴瑟是另外一个 level， 我觉得做得很厉害了，很强，另外一个 level， 而且我觉得。这个名字也起得很好，自得其乐，就是自得、就是、自得其乐，自己玩自己爽就好，开心就好，然后这个开心又会传染到给大家，我觉得他们就真的很乐于去玩这个乐器的感觉、yeah. 就不会让人家觉得哦、玩传统乐器就是很死板啊，很古板啊，就是好像刚才在听那边，我就哇，每次看他们玩我都很想学华乐、yeah. 很想去学古琴啊还是什么白，其实自己学没有用的，你要一群人一起哦，对对对对、啊、然后一起 jam 歌这样子，我们三个组一个自学琴瑟，自学琴瑟，三个人很难，因为那个乐器不要三个人要一人要学一样，是不是？然后 jam 歌是不是？对，要才可以。我觉得这个时代有他们也是好，让更多可能觉得华乐，这种过时的东西，再把它变回传统的东西，就是要有一些新现代的创意在里面，它才可以。更加发展。如果我们的频道、哦、有多少人？有20万那个 subscriber， 我们就去学。我要等到20万才学，是有点、啊、我放心了。死的那天都不会到，是不是？我比较放心一点，学不到了。好了好了 ，OK， 好，谢谢大家。Yeah，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啦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和分享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我们有新的影片出现的时候，就会通知你。同时呢，要来支持我们 Instagram、B 站，为我们一键三连充电。有能力也来支持我们 Patreon 的爱发电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Dream a skeleton